主料：水萝卜200克，白醋10克，白糖2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水萝卜2根洗净备用，将萝卜擦成细丝，加入白醋和白糖适量，拌匀即可。可口白萝卜上桌啦。烹饪技巧：水分很多，可以控一下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